欠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的双方的辅助我都没留意。我要拿你的腿来踢呀。你逃避不了行为的后果。直接换血哦。我给他点球点火就走。哎，懂不懂什么叫拉扯啊？ Q 了一下。哎， A 小兵我就 Q 你一下，不想踢真伤。你该害怕的不是野兽。胜出意味着变强。不急，没点燃、啊、他就不能主动跟我熬夜。哎，你跑过来，哎 ，no， 你跑过来闻了我单吃的经验，还要帮我推线，你别跟我来就好兄弟一起吃啊！非常的僵硬，这里的话我们得先后撤一下，去做一下眼吧。这个小兵的，哎 ，OK， 丢了小兵的经济，但是无所谓，经验不丢就。哎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我这个号是哪里设置有问题？我西部 Q 都出不来呢？看着你流血。Holy shit！ 阿姆提了，这里直接把他越了，他就爆炸了，太僵了，兄弟们，这啥水平的呀？这个人救不了你。他太僵了。好，我们避一下啊。没事。我觉得致命节奏打上单真的可以，无脑致命节奏就可以了。反正致命节奏你用来上手还行吧，致命节奏加屏障挺搭的，拿到低分量是可以的。然后带个鞋子加饼干，不着急。 OK， 中单露头了，这里的话我就可以发狠了，再过来鬼架刀试试。这样补这个太阳 W 补这个冰旺看一看，没有。哟，什么情况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你怎么又吃了我单杀的经验啊？兄弟单杀好几次，结果我现在经验就比青钢也高了一点点。你搁这块闻香水呢？没事闻一下，没事闻一下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昨天贼离谱，他妈一说香水，我想起来，我朋友，我们出去喝酒之前，他还拿他的香水让我分了分，你知道吗？搞得跟真的一样。我觉得昨天晚上都必有论卡车拉的妹妹那种感觉，她才能搞这么大的阵仗。真的哇，我俩去之前，她人家非常大方，她有两瓶香水，她用一种，我用一种，还给我用的是贵的，我觉得很非常感动。结果到最后的话，还是我俩在那喝。我有个他有个弟弟过去了，我们之前也是一起喝酒玩的，还喝伤了，之前喝伤了，就是肝喝的有毛病了，不敢喝，昨天都是一杯酒五口的喝，应该是我拉视角导致我眼花。哎呦，西妹还放技能，
还不跑？他自己上 W， 他已经被我打晕掉了。鲜血让人狂热。哎，不过还行，一会儿我们还是打电一吧，因为我可以玩，我们可以玩一局那个战争冲突，然后大伙把虎粮刷一刷，然后电一排队刚好也就排个五六分钟吧。主要是感觉这分段低一点玩狼人都没啥意思，我自己感觉没啥提升，太面了。就我不犯错不装逼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，我是不是亏了层肚子？兄弟们，感谢。哟，这血球能推过来，牛啊！挺狠的，不过努努的雪球比赛恩的好操控的多。西南刀也不占武器，都可以。我一般是对手有点蓝的话，我出西南刀我还是喜欢多加几滴。点燃的六式重伤实在是太痛了。六十的重伤直接让哥们化身为痛男，让我根本吸不动。你的尖叫会让我窒息。真伤都提不出来啊？真伤都提不出来了，害怕极了。我那国一郎啥时候出？就已经要准备出了呀。这几天了，哎呀，这个死卡里了。至于高分局的素材，我觉得要是真是说高分局素材，还是给峡谷之巅打比较好。等到到时候给峡谷之巅尽量看看能不能打出一局比较不错的。我买个杀人戒，这时候我能品尝到喜悦吗？品尝不到啊。太晚了呀，对面这会儿都已经陷入纷争了。哎呦，我想想太骚了，真的，昨天晚上，哈哈，想想还想笑。妈，俩大老爷们儿还喷着不同味的香水，跑过去俩人坐酒吧喝闷酒去了，人都闷了呀，兄弟。退场。